其中伫个画面所看到的这位阿嬷，就是全场年纪上介大、96岁的张雪林。各位观众哈，这是我们今年参加年纪最长的95岁100公尺哈。那我们中华民国长青田径协会办的这个活动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长者有一个可以运动的平台。像这样健康的长者哈，是值得我们尊敬的。也希望各位能够多多参与，邀请世界各国的好朋友来中华民国参加台湾参加，谢谢。